叫你走了出来了，走了。哎呀，总经理，进前恁丈人开的公司所欠的遐债务，遐人即摆来讨笑啊！讲无论安怎，即摆一定要甲伊解决啦。李经理，你想来办代志啊？咱公司有开出条件，三成来承担这个债务，甲你交代过啊，你若较即久来处理袂好势。哦，我都。总经理，这下代志是毋是会当交代互我来试看卖？ 你是啥人啊？你啥物资给咱弄？唔对嘛！你免管啥物人，那是要来解决问题，我一定互你一个真满意的答复。好啊，人该走去啦，该来走。好，行。总经理，柯小姐伊敢会发生代志？放心啦，若会发生代志，早就发生啊啦！我是利用这个机会，试一下办代志的能力。总经理。 伊遐的人已经答应咱公司开出来条件，三成解决。也毋过，也搁有，伊嘛答应一个月了后，咱才付款。真好，李经理，交代你的工课一年过后你就处理袂好势，柯小姐一个出名代志就解决。是啊，就是柯小姐伊的能力遮尔好，所以我毋才伫遐尔济人内底选柯小姐来做你的秘书啊。 人都好好，哪会失信到安尼啊？阿秋啊，安尼落去毋是办法嘞，我看哦，甲送去病院啊。甲送去病院，无人甲照顾，我袂放心啊。我替你拜啦。 也好，莫无咧外口佚佗啊！阿明有事要问阿勇伯啦。是啦。阿伯，我借问你吼，食饭迄天，李庆安伊是安怎讲，是阮爸爸抱走你的囝志明迄个人，请你甲我讲好无？我听伊讲吼，敢若李庆安吼是对二十年前的一张旧相片认出恁老爸啦。 啊，毋过迄张相片就胖起啊咧，胖起啊，嘿。阿伯，你是毋是先甲我讲，阿叔志明阿弟的时，伊今年几岁？啊，伊身躯有啥物记号无？阿伯，你甲我讲好无？你是毋是袂记啊？安尼，佫斟酌想看嘛。 你知影我甲你讲，阿勇，你知影这件代志啊？嗯。阿明，你跟我出来，我跟你讲。大哥，有什么事情不能在里面说，非要在外面去讲？这个再讲给你知啊，跟我出来。阿明啊，你不要去，让他们去讲。
你不是有代志要甲我讲？你紧讲啊！还未甲你讲之前，有一件代志希望你当了解。无论我做什么代志，拢是为着陈家好，并不是故意要伤害什么人。我歹听这啦，我只想要知影讲，抱走志明是毋是阮爸爸？卡顺也毋是，是安那一直要逼我回去日本的，还佫歹，互我甲别人来往。卡顺也是，哪里志明嘞？阮爸爸就敢若我一个后生尔，敢讲？无唔对，你那真对，你确实就是我的小弟志明。我是志明，这不是真的，我是阮爸爸真心，这不是真的。这拢是本田先生亲自。本田先生就是甲你偷跑迄个人了后，我心肝了外怀疑，你知影？我想到细汉的时阵，我甲你抱，我甲你爱，我牵你佚佗，我甲你饲饭，我是偌尔疼你。20年了后。我要跟你相认，我心肝了，外欢喜，你知影无？你不相信我讲的话，本田先生又偷抱别人的囡仔，无顾着别人的亲情，安尼就有情有义心，安尼话就会使相信是无？你这种人，连小弟都怀疑啊！你还讲什么做不出来？阿平，你爱体谅我的苦衷，我所做的代志不是为着我个人，拢是为着咱陈家。可是我来跟你相认，这几年来我所辛苦打拼的，都完全化为乌有。你甲看，我即摆整个这尔济资产，这拢是咱陈家的，拢是咱三兄弟的，什么人都无度甲咱侵占。这是你家讲的，
我们来相信你。你一定要相信我，你是我的小弟，我老公不会跟你相认的。他说我哪能走？我到今日所拥有这的，你只不过是万几个月来认祖归宗，你敢无法度忍耐？你无法度体谅是无？你常常跟我讲你为什么不得已，常常跟我讲你是为了当家的三兄弟，常常跟我讲你有外委屈外危险，啊！不过事实上并无人咧爱你安尼做，是你家己想要成功，来害到所有的人。不是安尼，阿明，当初时我嘛是足冲动，想要跟你相认，也毋过想到本地，甲你偷步走，和咱兄弟失散这侪年，这年痛苦伫咧过日子。平安的尊重好去，可是我来冲动跟你相认，本田先生若变，本田的财产你一世也得袂着，不如暂时忍耐落来，等本田的财产你得到手了后，咱兄弟再来相认。你的财产加上我的财力，咱兄弟从此以后无人敢欺负咱，安尼毋才有目的，安尼毋才有价值。你在讲什么？敢讲只当买着亲情是无？所以我即摆认为亲情比啥物较重要，我唔才来跟你讲这啊。做唔到遐尼多的代志，一点仔烦恼都无，啊，搁为每代志编遐侪个好听的理由，我要哪会相信？甚至我怀疑你，你将伊要变我做兄弟，甚至还讲啥物阴谋？阿明，这尔侪证据我拢讲互你听，小人你不爱相信啊？比如我爸爸亲自甲我讲，我毋是伊亲生的，若无，我绝对袂相信你。阿明，阿明，你不爱相信，为着要甲你讲这，我下偌大的决心，我都要忍受这尔侪人咧指责我。你才能不相信我，想到我要担起陈家大后生的责任，这尔一人敢来养责备我，敢来养怪我，敢讲我骨卡人做拢唔对是无？我要回去日本。啊！你到底甲阿明讲啥？伊想到决定要回去日本呢。伊要回去问本田先生关于伊的身世。身世？我甲伊讲啥？相信你拢个知影。无唔对啦。阿明就是我的小弟，志明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能当着大家面讲？你非要把阿明拉到外面去说，你到底存什么心？就是因为代志真重要，我才无希望阿明受到这么多人的影响。我希望伊当平静听我讲，上重要，我希望伊当原谅我。你为什么每次先伤害别人，再去求别人原谅你？你把人当做什么？美莲娜，美莲娜，你呀。去找阿明啊！阿勇啊，啊你早就知影讲阿明就是志明，啊你敢唔较早讲哈？我会安尼做，有我的苦衷啦。我即摆已经无顾虑啊，将代志的真相讲出来，安尼你也咧怪我？你还知影呢？为着志明叛逆。你老母心肝内吼一直不安，一直认为讲是伊唔对，啊！你若较早讲，啊，较早让伊母仔囝烧恁，恁老母伊就袂走啊！唉，啊，但即摆伊失踪啊啦，万二点外口发生什么代志，你良心敢袂当过？伊失踪也毋是我逼伊的啦，伊若伫外口发生什么代志，迄是伊家己做得来。哎呦，你讲笑话，你安尼敢是人？我今仔日哦，好好替你老母把你打死一回啊！你是，好啊，你在做啥？除了阮阿爸甲阿舅，还有人拍我。
任何人都不准给人拍我。哎呦，你这死人呀！难道我为着要成功，我所做的任何代志，恁都无法度谅解我？讲我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不孝子，我敢真正是恁所讲安尼？看起来只有阮老爸上了解我，要若不是恁去问伊啊。你甲因讲好。哎呦，阿亮，阿爸对不起恁，阿对不起恁啦，阿对不起恁啦，对不起恁啦。你有听到无？我老爸都无怪我，伊还讲认为讲伊无我一个真好的环境，伫对不起我。事实上讲，我也不爱怨叹阮老爸啦。我今日当成功，是靠我的头壳咧出头天。我是诚心诚意要来报答，恁一定会了解。阿姨，我阿爸这段期间在这责造你，我感觉真歹势。这钱你收起来啦，阿拉娘的代志。我会尽量想办法，让伊紧出来。袂得卡阿娘若一个出来，阮阿爸一个欢喜，伊的人就好起来。这钱你摕转去，我照顾恁爸爸哦，是无需要你报答我。唉，人伫咧讲，饲囝无论分，饲爸母都算得，无唔对。虽然讲哦，阮真善呐。也唔过吼，阮还阁有法度饲恁老爸啦，莫摕遐个钱吼，踮遐假孝子。爸，我即摆已经成功啊！你的身体一定要紧好起来，谈个好命。娘。阿亮，阿亮，阿亮，身体给你照顾好了。阿亮，阿亮若是要做好事，我看落嘛就够好玩。阿亮啊！是嘞，遐尼重要代志，我一定要亲身回去问你爸，安尼我才会放心。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本爷先生从小把你拉拔长大，现在他可能就是抱走你和你骨肉分离的人，的确很难让你接受。伊的代志还未用清楚进程，我一定不相信志宏所讲。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美莲，万一代志若变成，我是讲，阿叔，我也是当家的人，那安尼？你是说，你跟志宏是亲兄弟的这件事？我认为。感情的代志是靠个人的本事，而且嘛是种缘分。我明知伊真喜欢，也毋过，我还是要甲伊公平竞争。
才知道我竟然是夏家的铁工妹啊，竟然安尼安排。阿叔，我跟伊那是真是亲兄弟，那安尼，咱两个代志，我真是唔知要安怎。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要去找志龙，跪着跟他说：“哥，对不起，我抢了你女朋友。”现在把他还给你，我们还是好兄弟。米莲，你明知我咧介意你，假使我若介意，真是真兄弟，这无共款啦。那你到底想怎么样？难道我是你们的物品，要你们送来送去吗？而且我已经说过我跟志龙分手了，又提他做什么？米莲，我。 我唔是超过伊要互你生气，无达到我甲伊无任何的关系啊！真来讲，即个人伤早，还是我等伊日本问个清楚，再阁讲。 你给他保重。天哪，志明真的是志龙的亲弟弟吗？那么，我应该替他们兄弟团圆高兴吗？ 是。我今日变成安尼，拢是你造成的。你不是查某囝，你无尽到最后边的责任，是你害我认为金钱上重要，为着金钱，因为不得已的手段，是你害我的，拢是你害我的。 这边怪我，拢是你害我的。阿勇啊，医生讲你哦，烦恼过头啦，人拢失神起来，心肝头放好开，万项代志哦，莫甲想啦。 人家会看我啊！哎呀，阿勇啊，你老灰啊呢？你敢唔知听？哎呦，看啦！困袂去啊，找无工课通做。阿勇啊，你等我一。 我带你出去散步步的，行行就好，好不？你看明，这届吼，咱坐一只牵狗，你跟我讲，你有三个囝，咱在讲带囡仔艰苦的代志，时间也足快的吼。 生活真艰苦，啊！不过即摆想起来，嘛有快乐的所在。囡仔大汉啊，时代变啊，环境也变啊，一切拢变到无共款。咱甲囡仔的想法吼，嘛无相共。
去打麦，我去买饮料给你饮，好不好？啊，你坐一下哈。阿龙啊，等爸爸一下啦！阿龙啊，等爸爸一下啦！阿龙，走较慢的啊！阿龙，阿龙，阿龙。啊！你安尼吼，临时临要通知叫阮来，但是又搁有啥物代志？好，顾秘书。是。阿珍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这是我极力甲公司争取了后，对恁的一个补偿办法。啊，至于啊，迄块地呢，我会用上悬的价钱来对一个补偿。啊，这张支票弄入去银行，马上等领到现金。啊，恁手摕到这个，是公司呢，甲恁随厝的厝客。恁已经免费住三年，所有的厝租公司拢已经付啊。三年到了后，恁若想要搁另外找厝，再搁想办法。哎呦，好哦好哦，免费拢住三年，赞啊，安尼好啦。你早都爱安尼做啊！这是我用心计较，甲公司争取的。我早都讲过啊，我绝对袂对不起你。你即摆相信我吼。阿勇啊，啊，今日代志拖遐久吼，拢无要解决，无怪讲阮会生气啊。你也知影哦，迄块地吼是阮老阿公吼安尼放予我的呢。啊，人我本来是要甲你合建啊，啊，都毋是爱提钱咧，对不？啊，但起码你遐尔有诚意要解决吼，无就安尼准拄好啦。这件代志我已经捌解释过啊。当初时因有考中伫个，我无方便讲。啊，毋过你是我的温情人，我敢可能去害恁？是讲当初时恁就无应该怪我。啊，即摆代志已经圆满解决啦，恁应该相信我，了解我的做人，哈。啊。你哦，有当时啊咧做代志，我那想切切啦。先甲阮这人咧舞甲咧一百连趟啊，啊，事后再来补偿啦，再来叫阮谅解你啦。那你咧处理代志方式哦，我有当时啊真不满的啦。那我怎啊用？好婆，你莫搁提啊啦。阿达阿勇嘛是用心计较，甲咱争取甲安尼啊。好啦好啦，真够好啦。好啦。喂。是，我知影。总经理，你阿秋伊讲，你爸爸伫公园散步时阵失踪啊。就安尼哦，一世界都安尼找透透，啊，都拢找无啊。是啊，我们也到警察局去报案了。这个阿勇，他什么事想不开嘛？人家阿秋带他到公园去逛逛、走一走，他就跑了，就不见了。对不起，我唔好啦。知影伊失神，搁带伊出去。阿秋啊，这种的代志咩人当怪你啦？他用我钓这个镜头哦，家己咧做啥，家己拢唔知影，啊，较假嘛会走无去。啊，但是嘛，用我这个人哦，失神，啊，茫茫渺渺，啊，真正找无哦，唔知要安怎吼。哎，阮北真可怜，这都是大哥害的。
口气风啊，啊，搁遮尔啊寒，啊，这晚阿勇会去倒嘞？起来起来起来，无只歹困啦。你爱打拼，什么苦无算什，不通问我，梦也是人怎行？我爱你永远，找无人替我，咱的命一半你。一半歌人生风风雨雨也着拼，不惊痛好天知影，莫放心酸心酸心到寒，一生若用熬规暝都拢无睏，即嘛是伫烧香，无比伊较早转来时。讲到咱遮老的较孝敬啦，啊！你看前下因啊，为着用熬规暝都拢无睏。想到阿勇这个囡仔吼，老爸变到安尼，都拢无咧插伊，这个真正是雷公啊，点心哦。阿勇也是在做歹命，阿勇不但不好，佮得死鬼枕头，互伊歹做人。你去佮阿勇的代志，不佮伊几个人拢失信，实在足可怜的。是要叫天公伯啊，保庇伊平安回来。喂，啊，派出所。爱谁啦？这个，一个空空啦，入去庙内物件乱摕，讲也袂听，人看到好好，一定是咧假仙的啦。喂，喂。奥团长，因大人嘛？有啊，我电话就卡，因大人讲随便来。好啦，你稍等一下。哎，人都跑哪去了？我倒回来了，想不到我这么快就能倒回来。阿爸，从今以后，我不要做戆代志让你烦恼，我要来好好孝顺你。
阿姨，阿姨，我倒转来，阿姨，爸，阿娘倒转来啦。厝内无人伫个。阿龙哥，你哪会转来啊？在啊。我提早假释回来。哦，我妈叫我来替阿永美拿件衣服。拿衣服？你怎么不进去啊？我才回来，啊，无过行路火，唔通入去啦。哦。哎、欸。啊。你帮我拿爸爸拿衣服，拿衣服做什么？阿永美好像当作查了，抓到派出所去。你说什么？我爸爸在派出所？抓的好痛啊！哦，对不起，我爸爸在哪个派出所？在深坑那边那个派出所。帮我拿的。哎哎，救我！哎，阿勇啊，勇啊，勇啊，勇啊！阿勇，你找到底啦？你是他的家人吗？是啦，是啦。啊，伊一日啦，王公。好啦，我知啦。伊就是精神无拄好，唔只去庙里甲你摕物件食。啊，这神明是咧保庇人，普度众生，慈悲为怀。啊，伊甲你摕物件食，你甲当作伊是贼啦，安尼你就去切着神明的意思啊你。啊，对，最近常常有一挂罗汉卡入去庙来偷摕物件，我叫是伊啊，所以唔只。啊，你安尼讲，我就了解啊啦。不，啊，你即摆阁有要甲伊做？了解就好啊。啊，若无代志，我会使先走。别过啊，好。嘿。多谢哦，多谢哦。好，啊，即摆无代志啊，恁会再甲伊带转去。多谢。多谢。哎呦啊，实在足可怜的，规人是生死心。我动作是惨啊，上来派出所。阿勇，阿勇，都是我了吧？你回家，我做东西给你吃啊，回去吧。给他，让他等下。嗯，等。那么阿勇这死囡仔了，这还用啊一个人哦变个安尼死神气。进来等啊。好了，行了，行，回去吧。我回去。来，爸。阿勇。阿勇。阿姨，阿娘，阿娘，阿龙，这个，阿娘，阿娘呢？爸，我倒回来啊，我倒回来。爸，爸。林爸爸最近拢失神了，阿龙嘛是因为，爸，爸，哪里？爸，我是阿龙啦，爸你袂认得我哟，我是阿龙啊，我倒转来，爸，我是阿龙啦，爸。我是阿娘啦，阿娘，阿娘啊！爸，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。阿娘啊！好了，好了，是阿娘，好了，阿娘，爸，阿娘啊！阿勇，我对不住你啊，对不起你啊，我无资格人做你的老爸啦，对无？对无？不是啦，不是啦。勇公，你老母爱搬家，是过去，我拢无甲管，无甲骂。这些害你兄弟啊，拢无人当管家，对无啦？对无吼？不是啦，
不是啦，你无对妈妈安尼啊，爸，爸，哎呀，哎呀，唔讲，伊今仔日就是阮高兴，啊，你阿娘两个乖，拢阿爸造成的，阿爸三吃无钱，无路用啦，对无？对无啦？爸，唔是啦，你莫听阿娘讲啦，你莫听阿爸讲啦。哎，人啊，我讲这是阿爷唔对，爸，爸不是啊，你辛辛苦苦搞阿爷吃大饭，无啦，爸。莫讲伤心啊吼，你上无妈讲阿娘这个乖囝啊，对无？我乖囝，乖囝，小姐一个人，来，乖囝，你倒霉，姐姐，你来哪里玩？乖囝，乖囝，乖囝，阿良，阿良啊，阿你敢是用掠去关？阿你来等等啊，爸。我伫内底成绩真好，唔只会加息，提早回来了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你阿爸三个亲的，就回来了哈。天公伯啊，真正有目睭哦，哦，阮阿娘安尼哦，提早倒转来，歹囝饲爸啦，啊，娘啊，下摆吼，唔免阁看阿娘的头面啊啦，哦。对啦，阿娘倒来，你要好命啦。阿娘诶。对啦，已经吃团圆啦。对啊，阿伯较乖咧啦。啊，总经理，有一个叫陈志龙的先生，伊讲伊是你的小弟要见你，也毋过伊态度真不好，你敢要见？等下，叫伊入来。是。阿娘，你总算出来啊！这几年让你吃苦啊，我才真欢喜。阿娘，你若不爱讲话啦，你知影？你入去这几年，阿兄赚足侪钱的呢，这拢是你弟我，阿兄无甲你放袂记的。咱两个即摆共同来享受成功的滋味。我问你，那两小人有错没？当初你答应我要好好照顾爸爸妈妈，要好好友好，结果呢？你敢做到？我这句是替妈妈打的，你从来无好好友好妈妈。以前你跟阿叔做伊把妈妈赶走，佮讲话把妈妈误解，佮糟蹋。妈妈怎啊不知走去倒位？你连钱都不敢找，你安尼干良心？我这句是替妈妈打的，替妈妈给你教死啦！爸爸即摆变甲你戆神戆神，走去庙甲偷摕物件吃，后壁去派出所。爸爸已经几十岁人啊呢，你甲气到安尼，伊敢要靠要信？你够可恶你！当时的情形你未了解，我的公司足危险的。我若无专心来经营公司，你出国了，我双手空空，是要甲你交代？是要来气死大人？你给我讲！